我刚刚一忘按那个 F4 了，对，就林可乐刚才跟你说按 F4， 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超超的时候想问你，那个你觉得统神这个人怎么样？统神这个人哦，其实统神在 S2 的时候我就遇过了，嗯，对，他以前其实是比现在大概只有 2.5 倍吧，所以说他现在其实还蛮好 nice， 他现在人还蛮 nice 的，对，因为他前后大概换了六七个账号吧，我是都知道。对，他前后他换六七个，因为我知道他去年的时候用的账号就是被检举，好像我记得2700次之类的，因为我没有认识朋友在 Garena 做客服，他有查，他说都查到这个是2700次，然后他就为什么？对啊，所以。我觉得他现在还就是还蛮娱乐，大家还不错、啊，就开始放了、啊，对啊，嗯、不要做违反召唤者公约的事情，我觉得都很好。嗨。那那个，啊，2700次啊，叉烧讲的话能信，屎都能吃啊！哎，这个，垃圾就是这样子啊。不过我们不针对个人啊，我们对个人，我们这个有言。哦，完了，来不及。哦，随便了。A new moon is rising. A new moon is rising. 我又出来喽！你他妈的有格瑞娜员工会不会？那他会不会查 IP 啊？他会不会查 IP？ 要不要我教他怎么查、啊？真他妈的猪脑啊！这个大家那个，其实这也不是秘密啦。这个大家以后那个就是看电视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这个他们讲的话基本上是七分真三分假，这个一定有一部分是假的，这也没办法。你都讲真的，谁信啊？哪那么离奇？哪每个人都有故事，对不对？哪怎么会每个人都有故事？怎么会每个人都有故事？对不对？他们乱掰啊！什么2700次？他还说是什么前一个账号、啊？这个。讲话的人真的是嘴炮王啊，嘴炮王也没办法。这个叉烧讲的话能信，屎都能吃啊，受不了。什么？我他妈换过六七，之前有六七个账号，你他妈的有葛瑞娜朋友在葛瑞娜公司，他会不会查 IP？ 要不要我教他查、啊？哦，受不了，讲话完全就乱掰啊！上节目不要这样子啊！操，这种人渣、啊！哎，受够了。不，我们大家知道，讲上节目七分真三分假，有的时候要掰一些料啊。你他妈的要掰料，不要扯到我头上啊！操你的，扯到我头上！你他妈的叉烧的 ID 是谁啊？没遇过啊！妈的，低分的就回去低分，好好待着。不要跟我这个他妈的精英他妈的屁话一堆，我是精英高等人士，叉烧你就跟聊天室一样，都是废物，操！什么钻一？钻一我们是后来掉下来的。我随时想回去就回去，紧张什么？操！妈的，爆料那边胡说八道。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有空，这个看电视其实也知道。通常大家讲话是七分真三分假，这个有的时候要添购一些比较夸张的剧情啊，就是比较。扯一点的剧情的呀，这个大家才看得下去啊！操你不要扯到我头上啊！你他妈的就说随便一个人嘛，扯到我头上，王八蛋呢、啊！
观众问的。好啦，妈的，要掰不要扯到我头上啊！你就说疑似有一个怎么知名实况组什么的，你不要扯到我头上啊！妈的，屎尿都扣到我头上，好像他妈的我就是嘴炮一样啊！好像他妈的统神等于嘴炮，统神等于白目。我这个人不嘴炮也不白目的、啊。My eyes are open. 什么 S 2就认识我？你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啊？哪根葱啊？ Dusk approaches.你们到底是怎样啦？要这样子吗？要这样子吗？ I will be heard. 他都在四鬼那里，他也以为有四鬼。他也以为有四鬼。I cannot turn back. 这个我们都还生活在旧版呢、啊，都以为有四鬼。这个真的、啊，你要虚构剧情，你要虚构剧情，你就自己掰自己的、啊，不要扯到我头上啊！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虚构剧情最流行的就是啊，有朋友啊，或者是啊某某知名人士去学许胜梅好不好？爆料也要有爆料的，哎呦，杜呵呵呵，重击掉了，呵。赵信决定硬冲，到底要冲塔，完蛋 ！First 啦，继续！哇！